整个观塘工业区的开发案有三个方案，最原始的是这一张图，这个是1999年通过的，要开发232公顷的观塘工业区的方案。整个下面的紫红色区域和黄色区域合计起来232公顷，外加外面的这个观塘工业专用港，那合计起来呢，大概是超过900公顷。那这个方案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上个世纪的啊环评的方案，所以呢它不可能通过，所以他们在去年环评的环线差里面呢提出了第二个方案，说我们现在呢把范围缩小到这里只有77公顷的地方，然后在工业专用港这个地方再另外做一个填海造地，合计95.4公顷。可是这个方案呢也送到内政部的海岸管理审查委员会，这个审查委员会呢就一次一次的会议一直开，开到什么程度呢？开到中油已经提出了第三个新的替代方案，也就是今年提出来的所谓回避替代方案。要回避什么呢？回避我们的柴山多多孔珊瑚，回避我们的藻礁的这个方案。可是这个还在审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案，内政部继续的透过他们的海岸啊管理审查会，他竟然让他通过了。那首先依照非都市土地开发审议作业规范的第11编第4条第2款，就填海造陆的开发，它是要求要保育自然资源，而且不得位于保护区及其外5公里的范围。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观塘工业区事实上它是紧邻桃园关心藻礁生态保野生动物保护区，那距离显然是不到5公里的。那第二点，海岸管理法的立法里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就有提到确保自然海岸零损失，就是一点都不能损失。那头马第7条有讲到要优先保护自然海岸，然后保育藻礁，维护其栖地与环境的完整性。但是我们看到观塘工业区这个开发案，它将造成桃园市的自然海岸减少4.1%，其中观音区的自然海岸减少8.9%，明显违反自然海岸零损失的规定。那其次，整个桃园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藻礁生态系，在这个地方开发一个工业区，事实上就是造成藻礁生态系的一个栖地环境被切割、被破坏。那再来，内政部的整体海岸利用管理计划，事实上已经把我们观塘工业区它的预定地所在区位的藻礁列为潜在的海岸保护标的。那这样子，你已经列为潜在的海岸保护标的，民间也提出了自然保留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些申请，然后你还这样子自己都列为要保护的标的，还去通过在这里开发一个大型的工业区，我们认为这是违反海岸管理法第26条第1项第1款，要求必须要符合整体海岸管理利用计划的一个规定。如果真的要发展天然气，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一个气候条件很差、一年有很长的时间都不能使用的地方开发。那之前民间也有提出，是不是可以利用台北港或台中港等既有港区，而利用既有港区很明显的将会比直接去开发自然桃园大潭这个自然海岸对生态的影响更小。环评法第14条第1项的规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在环境影响说明书未经审查完成或评估书未经许可前，它是不得开发行为，不得为开发行为的一个许可。如果说他用许可的话，它就是一个无效。但是我们本件的一个观塘工业区，刚刚这个潘老师他已经有提到，在1999年的时候它是232公顷，但是呢在去年海审会他在审查的部分，他通过的是95.4公顷。那事实上呢，这个中油它在今年度所提出的最新的一个方案，它是37.多公顷。但换句话说，我们从这几个范围就可以很明确的观察到一件事情，它的范围完全不同。那既然在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海审会它还可以继续用95.4公顷的这个一个范围来作为它一个审查的基准？
按照那个海岸管理法第26条的规定哦，它事实上要得到这个海审会的一个许可，它是有一些前提要件的，包括对于海岸生态环境冲击要采取避免或减轻的一个有效措施。那另外呢，在临近的一个海岸的一个适当区位，也要采取弥补、富裕或所造成生态环境的一个损失的一个有效措施。换句话说，海审会在针对这些事项，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审查事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内政部，它针对这一个处分，它把这个自己应该要厘清、自己应该要去确认的一个事项，完全推给其他的一个机关。那更离谱的是，连范围，事实上环评都已经改范围了，它居然还没有去发现这件事情，而一样的把这样的一个审查结论给做出来。经济部长坦诚说，因为环评卡关，所以呢，他们2022年原来规划大潭电厂的8号机组呢，要运转的这个天然气缺口呢，是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当年的大潭电厂8号机组需要的天然气就没有办法供应，那没有办法供应怎么办？这个时候经济部长反而神情自若地说，我们可以透过调度面来解决。我们要请问，你怎么调度？你有什么方法调度？你可以调度多少？如果你可以调度出100万公吨的话，那哪需要盖天然气接收站呢？去年8月30号，各位看到这一个经济部提出来的我们国内天然气供需的一个时程表，从过去以来大潭电厂所使用的天然气就是由台中那边接管线过来的。台中的一期工程里面有三个储油槽，这三个储油槽它规划的产能是每年300万公吨，到了去年，到了今年，它实际上的产能是多少呢？它已经达到了每年550万公吨哦。那么它的第二期工程呢，也是三个储油槽，可以在今年年底以前就完成。可是呢，我们看经济部这份资料，从明年开始，我们的天然气产能，台中第二天然气接收站输送过来的产能只增加50万公吨，我们认为它至少应该可以产生超过300万公吨，可是它这里只写出50万公吨的产能，我们需要做这个二期的工程吗？可是如果再来不及的话，我相信它又可以跑出100万公吨来，所以我们认为实际上它是有办法提供的，并且也可以透过第二条天然气的输送管送到我们的大潭电厂来，这个都是可以解决的变因。他们不用这个好的方法，却偏偏说要在观塘，说观塘是唯一的没有替代方案的方案。我要在这里跟我们的中油公司，跟我们开发派的经济部讲，最近我们早交的资料呢，大潭早交经过学者调查研究，那个资料是越来越丰富，生态也越来越多。在这么充分的条件之下，我们相信环评委员是有专业素养的。如果环评委员有专业素养，中油又一直提不出好的调查报告，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开发呢？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有，赶快去找，不要误国误民，现在是绝对来得及，而且我们也非常乐意的帮忙。那我们今天呢，来接见的呢是我们能源与减碳办公室的主任，非常有诚意的来接受我们的诉愿的这个申请。好，帮我们加油好吗？好，因为我们发现了这跟能源办公室也有关系啊，能源减碳办公室，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天然气缺口呢是假性的缺口。我想庄敏杰老师一定非常清楚如果能够有双赢的方案应该要把我们的珍贵的早教留下来。